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方的分林新闻。北港镇江下乡所举办的降龙灯会，每年拢吸引真侪外地游客专工来欣赏，同时嘛展出全台各地工艺师的生肖作品联展。原本展期仅仅到旧历三月初，但有真侪人拢欢迎，想要伫妈祖生的时阵买档欣赏灯会，因此主办单位是特别将展期延长到旧历三月至三，希望满足游客拜妈祖看灯会的愿望。各种细水的果仔灯挂伫顶头，壁顶阁有趣味的台语灯谜。由北港江下乡主办的降龙灯会，每年拢设计了真有特色，嘛吸引了真侪游客观光。透过居民定情甲欢迎，降龙灯会的时间嘛决定要延期咯。我们这次北港降龙灯会广受好评，很多游客乡客都会慕名来北港这边看我们的降龙灯会，大家也都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所以说我们后来供应坊跟供应协会大家决议，就是说可以把这个降龙灯会延长到农历三月二十三，让更多的游客来北港拜妈祖，然后晚上可以再欣赏这个降龙灯会。北港降龙灯会可以说是全国知名，甚至国外的游客都喜欢来这边旅游，所以它能够延期可以带动我们北港的热闹。而且我们北港娘妈祖是在农历的三月十九，还有白沙屯妈祖也会来这边，所以它能够带动很多游客。如果多了一个景点的话，让这些游客可以多留在北港，是一个非常好的第一个景点。除了降龙灯会，江下乡也坚持每冬举办全国江下师的作品联展，以当年生肖为主题，创作各种无同的作品，配合着江下师的时间，联展的作品也一直在变化，值得民众伫无同的时间来欣赏。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猪年的公益联展，其实我们也有搭上这个跟我们的妈祖的这个庆典差不多同样的时间才会换展，所以说其实，公益联展跟这个降龙灯会是可以一起来这边来北港拜妈祖，看灯会，来看一些我们降龙的公益联展这样子。从降龙灯会的时间延期到妈祖生日以后，希望游客来朝天宫拜拜的时阵，跟因来欣赏灯会甲展览。你是有工艺品的文化气氛，暗时有灯会迷人的景色，因讲是一拜满足。记者曾怡婷采访报道。